大家一起来参加孩子们人生中第一个毕业典礼。现在呢，最近是凤凰花开的季节，又是理科清唱的时候。从小脚丫第一次踏入园所，转眼就要成为小一新鲜人了呢。有礼貌，喜学习，乐合作，去迎接你未来小学的生活。我希望你们就是上国小之后要继续爱护你们身边的人，然后还要最重要的是 这份爱还要留给你的爸爸跟妈妈，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在照顾你们。最后也祝福各位宝贝们毕业快乐，然后毕业不是结束哦，而是新的旅程的开始。